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庭院。啊，庭院呢，在现在我们国家的法令告诉规定呢，公共厕所也好，或是自己家厕所的化粪池，一定要在庭院前面。第一好抽，第二呢？好处理啊，这是很不合理。有一次营建署署长，我们921啊署长来巡查灾区，来到仙佛寺，中午一起在这里吃个便餐。我跟署长说，署长我们现在怎么新的建筑法令把这个厕所的化粪池要放在前面，这个署长呢，他说这个基于方便，以后要抽这个化粪池的粪便呢，比较方便。再来呢，这个在要保养比较好保养。我说错了，会造成社会很大的损失我看过了所有庭院埋厕所的人，这栋房子住到最后来都冷冷清清，这是国家的损失。他说有那么严重吗？不然换你来住一栋前面有化粪池的，好不好？他说那我听你讲，那我当然不能住了。哎呦，你们很自私哎！你们当官的都很自私哎！那人家可以住，你不能住。他让我回去设法修改法令好了。我说你要改，到现在改了快5年也没有改。真是当官不负责。一坐上去想机会，看有哪个地方呢能够再换的跳高一点。那么我不得已，我在台视呢。就告诉所有买房子的人，你们前面有厕所化粪池的，你们不要买，因为你们不平安，你们要求建筑公司移到屋后去你才买。嘿，有效用耶。在台南上个月我们在那边弘法，我们台南的师兄法师有师父我们台南一个社区前面都是化粪池在前面的，结果卖不到一层哎，这个公司就倒了。我说可以让一个人倒，不能让全体人来倒。建设公司可以倒，但是你个人，那么一户一个社区100户，100个都不平安，那样社会损失最大。建设公司倒了，那是股东的。倒了还没有事，为了维护整个全民的健康，还是要让他倒。那些建筑师工会，去年我巡回全省建筑师工会，跟他们演讲，我说你们帮人家设计的时候，庭院最好不要化粪池。他说规定的，规定是规定，你做事设计是你设计。利害关系，你要创造幸福，不能创造痛苦。后来建筑师呢，有听去听我演讲过了，
建筑师啊，现在他的生意都很好。啊，有的呢，违背了风水的法则呢，哎，不听了，现在都比较清闲，建筑师比较清闲。啊，建设公司建设了啊，房子前面啊，如果有化粪池了，去看了要求改，不改人家就不买，只有这样而已，没有办法。啊，糊涂的政府官员，啊，那么我们糊涂的建筑师，也糊涂的建设公司，造成整个社会一大片都在糊涂，那样的。全体糊涂就麻烦了，啊，所以未来你们回到自己家乡，既然有了没有办法改了，就算了，啊，叫他们啊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请人来抽掉，然后呢沿呢晃叫十斤下去，晃着十斤下去了，好，那就会啊把晦气渐渐化掉。啊，不然呢？啊，我们很多人啊受了这么亏，社会的不幸啊。我们再来哈，啊，庭院大门外面不可针对他人或自己的化粪池以外呢，也不可指怒冲，都讲过了哈。哎，也不可不可面向反攻行路的反攻，水的反攻与路的反攻。很严重，水的反攻，或者路的反攻，这反目无情。这个现象呢？很不好啊，很不好的现象，这种反攻。若是我们土地稍微够的话，你反攻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围起，啊，这么当空地，啊，这么当空地给人家能够，啊，来作为停车也好，或者公共花园也好，啊，那么你要缩进来呢，啊，这样最起码也比较能够化解一些不必要了。若是呢，我们把它围到达这个呢，这个像在抱着一个地狱的啊，地狱那个烟囱，抱着烟囱。好，那么你这个路过了，有水反攻也没有效，也没有用。那么反攻你怎么改？水从这边来，我们一个改反攻的方法，我教过一个方法很有效啊。你呢，把这里把门好，那把它这边弯进来，围墙围起来啊。你这个是向着水，收水神。这样过来的话，好，这么路转弯过去，你把它掉进来，好，而且要望山望向，嘿，好，那水神一收进来，就可以解除，啊，或是水从这边来的时候，好，你就从这边呢。你调过来，好，你弯这样来，那么你这样的时候，水从这边来，你们呢把它推进来，这个反攻就没有了，反攻就没有，你面向着这个来的水神收水神，嘿，大吉呀！哦，这而且又美观，又有那个门的造型呢。好，那按照各位你们的艺术的方式，啊，去做，哈，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水这边来反攻，你就改这样来收这边水，
这边皇宫水这边来，你改这样收这边的水，那就好了。江湖一点绝，点破没有三分钱。啊，我改过很多这一种房子，原来夫妻打架，啪啪完过起床，哇，那个真麻烦呢。啊，那夫妻反目，小孩子打架，出去做事业也是反目，啊，公司投资也反目，什么问题都来了，我的改了。中心新村一户，我们的一户人家，啊，他呢，夫妻这张老师，老公当校长，啊，女儿呢，啊，读台大医学院，读了很优秀，结果返工了，哇，那个不堪想象，啊，他到女儿医师也考上了，那么一回来住了。开始就不想出去，也不想上班，啊，那个看到人就是要挑衅，弄得家里乱糟糟，啊，后来我去看了，哇，你改好了，把门改了好了，改了以后呢，哎，稳下来，孩子就去上班，啊，老公、老婆、夫妻啊，大家就比较和谐，不然呢，反攻的路太多太多。啊，所以日本人在台湾的都市计划，哈，很高明。那么我们台湾后期差不多在30年左右，啊，就到国外去考察，路呢都是属于，哦，是设计这样形状呢。好，原来你直就好了嘛。啊，你要设计这样了，这边的人就很难住，啊，这边人也很难住，做皇宫嘛，这边很难住。哎，有一次，县政府他们都市计划科的科长，我骂他，我说你们真没有良心。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因为地形山坡地弯来弯去，你在图上看得很好看，那个没有办法。地形在台湾平平的地形，你也来画这样来，你们真的，哦，完了，你就住了以后人很不平安，啊，英国你们去负责好了，啊，像这个，这房子在乌日，当时呢，在乌日这个很流行的，我说你这个就不要了，这个来去，啊，这边呢。因为我们台湾的建筑法令跟国外不一样，国外的建筑法令土地比较大，你有房子就搬进再进来，这样来就关系影响比较小。那么你那个变成店面的这样来，好，店面这样来嘞，好，全部一讲这家的小孩子吵架了，全部都想起来。这些吵架了，里面都轰隆轰隆的，那好像什么尿气也就不敢闻到的，老鼠啊入这个鸟圈间里面跑也跑不出来，大家的思想极端啊，所以这个一吵架了，全部呢都跑出来，都能看着谁在吵架。你就出来看，哦，所以这个问题啊非常严重。结果那个社区这个地方呢。后来这一直搬走，一直搬走，这个的台湾太多了。后来都市计划，修正通盘检讨的时候，把这一些哦，就把它拿了这个路过去，而且如果吵架的声音呢，这边可以回响出去，它不会在里面转。你看，这都市计划的人呢、啊，有时候害死人啊！前面也是反攻，这也是反攻。反攻反跳反目无形，啊啊！我们再来一下这个庭院，啊，大门外面不可面向反攻水沟及河流及围墙，哦，这个最严重。我们有一户人家。
他们出去刚好这是围墙啊，前面后面前面人家移动，围墙这这样刚好是像一个箭子往里面射，里面射封喉，封住喉咙，封喉，那变成喉癌，喉癌，肺癌，家里八九个人呢，两个喉癌，一个肺癌，一个胃癌，你看多严重！这个箭围墙，这围墙来，你们出去一冲来，那很麻烦呢。这个情形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啊，我说你把这个门移过来，把这个地方呢，你怎么办？围墙要退后，围墙你退后来，然后呢，你去这里种一些植物，种的植物啊，那比较高一点的，好像垂叶榕啦，怎么种一些植物，将这个挡住。啊，后来呢他就真的退后了，差一米多种了植物。啊，种植物呢，这边都枯黄，很奇怪，这一带都枯黄。我没有关系，你这个枯黄还没有死，没有关系啊，你还是可见，植物也受不了，人哪里受得了啦？阿弥陀佛哎，好了，改过来了，喉癌电疗了，还不错，一家三四个癌啊，好，后来只有死掉一个，最年纪最大的七八十岁的死掉是应该的，好，其他呢年轻的就还不错，就好起来。哎，你尤师兄今天有没有来？做公公没有啊？没有哈、哦。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给他请客了？有、哦，啊，他原来叫鼻炎来嘛，啊，他家对出去，刚好前面人家一直倒着往内冲，往内冲，好、啊，后来我们才把改到中间来，才躲过这个劫数哎。好，不然他现在死翘翘的。昨天晚上那一餐，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他请哎。啊，是，昨天我中午去了，啊，要我中午啊在那边一起吃。我看我回来以后再给你请吃饭，不然回来一定吃完差不多要三点多嘛，中午啊。啊，那回来我就来不及上课了啦。哎，中午呢，我就跑到外面简单吃个自助餐。好、啊，你们昨天晚上替我喝酒，替我吃了就好了啦。他家里就是这样，他的家门口原来在开龙边，买的时候开龙边，然后对面一个脚射过来轰轰，所以他变成鼻炎癌。那电疗了，门改过来了，哎，这我说你要到山上来，哎，到山上来修行，然后不然你不上来，还是明年的清明节还是有你的份。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刘家在哪里呀、啊？姓童子子什么？牧童子子什么？胡木村的、啊，是不是？啊，这个风水学对人的住家太厉害，太厉害了，印证太多了啦！啊，无稽其事。所以你们回家了，你们是大菩萨。你们可以当地的大菩萨，以后呢，大概百年以后呢，你们在当地给人家做神来拜，每天都有饭吃，哈哈，尊敬你们当神来向你们供养，啊，因为我们传的法可以让各位帮忙更多更多的人，哦，啊，庭院内，大门外面右方不要有大树，讲过了哈，啊，外面。啊，不可正冲他人的墙角，哎，刚才讲过了哈。还有说反攻，以前我们有一种早期哈，人家围墙，围的，好，人家这个三合院哈，
你后面人家的围墙，墙，墙和水和路，墙、水、路都是一体的，这种反攻都很不好，这反攻都很不好，懂吗？啊，这也不能向向着，也是反变反跳，反跳那个弓箭，噗这里，它这是弓，好，啊，这个是箭的，这箭，箭比弓更严重，但是弓也是严重，反目无情，不伤人，但是反目无情，做了事业，啊，出去了碰到了人。都比较反目无情，而这一点呢，我们需要注意。像台北林家花园，啊，有一那个反攻的，旁边住的都不好哎。林家花园那个围墙远远的，啊，你坐在下面，我看呢，常常过去啊。好，我们结业典礼的时候，我看，典礼完哦，如果先回家就回家，不然我们到台北请各位去吃皇帝鸡。啊，皇帝鸡咧，啊，在他们旁边那的林家花园，那是反攻。哎，你看这周围冷冷清清的，墙的反攻，那个风扑面的反扑面反扑扑面很严重哎。好，我们能躲我们就躲，能避我们就避。好，这个前面大门外不可他人的冲屋柱，不要冲前面的屋房子的一个柱子。好，如果我们出去了，我们都画平面哈，啊，这一户，尤其是高楼大厦这个柱子，你们一出去了，哎，你这一户了，你混了，一定完蛋。啊，那个撑喉撑住了，只要撑住了，多是非，都可熟。多官灰撑住了，胸口闷痛，哈、哦，胸口开刀，胃开刀，伤胃，做对来，门出去，大柱子哦，小柱子比较没有关系。房子呢，我们走廊的那个大柱子，在台中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家原来住好好了，对面呢盖个大楼。啊，还有大楼呢，那个整个大柱子对面呢，就靠正着正对他家的家门口。啊，那个盖起来的时候，他爸爸开始呼吸困难，柱子起来呼吸困难，不知道怎么办。哦，有一天呢，就到台中道堂去问我，我说你爸爸这个一定跟房子有关系哦。他有了，对面刚好盖一栋大楼起来嘛，大楼那个大柱子碰到我家门口。我爸爸呢，看到他那个柱子呢，看着就气，一气的，就气上头，胸口就闷，啊，所以呼吸开始困难，常常要喘起来。我不管这样了、啊，他还在盖嘛，你去前面把它画个，尤其画个这个是柱子这样啊、哦，比柱子这样的，你我们眼睛高了要画个油，圆圆的油漆。啊，眼里尤其画的。现在，啊，早上一大早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画了，眼睛一样高的这样，然后脚，啊，反正踏三下，踢三下，要练重，练嗡嘛呢呗咪吽，啊，你要轻轻的踢就有效哦，你不能踢太大力哦，太大力哦，你会把它踢倒哦。哎，他就好了，第二天呢。好，他就带着他爸爸，好，啊，那是这个演练化了，去那欧妈的背后，啊，他的爸爸练他妈都，我是要练欧妈的，他练他爸，他妈都，他在邓老师，邓老师，看那个脚了，或者这腿的，就是扭到了。要一直还喊他妈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啊，但是呢，脚扭到了，那个东西好了，哎，渐渐的，他的呼吸啊，
渐渐好了。后来呢，房子人家盖好了啦，啊，跟这个老板说，对不起，你伤到我，所以我要把你点个红红的，啊，老板说，这样有效吗？有啊，哦，怎么没有效？好了，那我自动那几颗都把它点，那个点要是自己我碰到了，我去点，然后我来念咒，哦，不是念他妈咒。哈哈，但是老板呢，他也不错的，他最起码安大家的心嘛，啊，大家心先安心啦，啊，也是一件功德啊。那么在我们建筑师在设计啊，也要考虑未来有人要让你们规划的时候，你要考虑啊，人家房子盖好了，尽量注资给人家能够在这里，啊，这一栋一栋的话，能够也这样是最好。这个也是功德嘞，这样是缺德嘞。虽然你的地没有错，这样缺德，这样不好啊。啊，好，再来了哈。庭院大门外面不可冲他人的楼梯口，哈，这个最严重。啊，叫猛虎下山，猛虎下山。我们以前一位朋友，好，我们是信徒啦，我们信徒呢哈，现在有，黄秘书长也到了，他以前他的同事的家，他这个庭院，好，庭院呢，车库门出去，好，这个车库门呢。啊，这个是楼梯口，人家有5楼，5楼楼梯口，从上面一直下来，门口对着这个人，就是我猛虎下山。猛虎下山，开口。我去帮他看了又，哎呦，你这座门啊，是去。哦，你常常会肉包子打狗啊，有气无回啊，所以我们这一位师兄呢，啊，他妈妈爸爸呢也是非常老实的公务员，结果啊，钱啊被坑了，这栋房子也要卖啊，那么这一栋是隔壁一个校长了，他这一天比喻说明天要搬房，要搬家，要搬给人家了，卖掉了，要搬家了。那么隔壁的这位校长呢，他要搬家。问说校长，你要搬家？对啊，你要搬家是啊。你为什么搬家？被坑的，啊，上当，被骗了很多钱。啊，你怎么办？他也是被骗了很多钱，两个同时搬。哦，这个很不得了哎！楼梯口下来，对着猛虎下山，因为楼梯这个高高嘛，5楼屁股老虎的屁股翘得高高啊，怎么啊弯下来？你说老虎也好，蛇口也好，蛇口也好，从上面像蛇一条一条弯下来，不是开龙口哎，蛇口哎，啊就来冲了。所以两户，连这一户也是最后都搬走，没有办法。哦，所以我们对出去人家楼梯口下来，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很多会上当。这一点呢，我们如果以后有发生到，看到有众生发生了，那怎么办？门改门，门一定要改掉，最起码啊，这里上面安个镜子。好，按着镜子反射的，你咬我，我咬你，啊，大家变双丝细球，变成双丝细球，细什么球？这个马路上来的车子来也是球，人也是球，啊，那么变成双丝细球，挂个镜子在门槛上，那可以破解，但是等到要搬走了再来破解也没有用了啦，啊，这个是一个妙法，啊，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